Hello， 大家好啊，欢迎翻嚟我嘅 channel 啊，我嘅 New York City Vlog 咧，今日终于正式开始啦。咁之前嗰两集咧都净系讲搭飞机啦，同埋喺酒店嗰度冇乜特别嘅。咁呢一日咧就真系正式出街去玩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就会系我嘅 Vlog 嘅第一辑啦。咁呢一日咧就会带大家咧去到 Manhattan 嗰度咧做两日一夜嘅贵妇嘅。如果想知道我点样贵妇生活法咧，就记住睇落去啦。其实咧，而家 New York City 咧系已经系完全冇人戴口罩咁滞噶啦。我亦都只系头两日出街咧先至有戴口罩嘅啫。咁讲翻正题先，而家行紧呢一个地方咧就叫做 High Line， 以前咧系一个路轨嚟嘅，而家改建咗做公园。如果大家有睇美剧《Uncoupled》咧，都会有介绍到咧，有好多有钱人咧系住喺 High Line 嘅两旁噶。咁我哋沿住 High Line 咧就会嚟到呢一个地方，呢一个咧系一个纽约嘅地标，叫做 Hudson Yard。咁佢呢一栋好似倒转咗嘅一个樽嘅一个外形嘅建筑物咧，就叫做 The Vessel。咁其实咧就好多人嚟呢度打卡嘅。咁大家咧都可以入去嗰度影相，但系咧而家咧就唔可以上去睇，净系可以喺地下嗰度影，因为咧听讲之前有太多人喺上面跳楼啦，所以而家咧就禁止上去嘅。咁所以其实入嚟咧都系影下啲打卡相咯，咁就好多人企喺中间呢个蓝色嘅圈嗰度咧，咁就由下边影上去。咁就影埋個天咁樣，咁我哋都當然咧係影咗張咁嘅相啦，但係個效果就你哋睇下。喺 The Vessel 一行出嚟咧，就會見到呢三格 food truck 啦。咁其中一格咧就係鼎鼎大名嘅 Serendipity 啦。咁由於朋友咧本身係叫我哋去試下啦，咁所以我專登行咗去睇一睇。咁貴，成20蚊喎。World famous frozen hot chocolate。呢一个盛惠$20嘅 frozen hot chocolate 咧，系朋友话俾我知咧，喺 New York 啦，同埋喺 LA 咧，都系好红嘅一个甜品嚟嘅。但系我真系谂唔明白咧，$160食一个咁样嘅嘢，到底有啲咩特别？我仲专登上咗 YouTube 度睇，发现其实佢真系一杯Frozen 的熱朱古力，就真是凍的熱朱古力咁解，所以我真係諗唔明。所以其實咧，我覺得 New York 嘅物價咧，有陣時有啲位係貴到令我覺得唔係好明到底邊一度值，但係又有啲位我又覺得佢係平過香港咁樣。咁但係呢個 Serendipity 咧，我係真係諗唔明嘅，唔知道有冇人食過咧？如果有嘅話，你哋又覺得值唔值呢個價咧？可以留言同我分享喎。参观完 The Vessel 之后，我哋就喺附近揾咗间餐厅食饭啦。咁其实作为一个正宗 foodie 啦，其实我对于餐厅咧都系好认真咁样去选择嘅。咁每一次如果我要去外食啦，或者想买嘢翻去食嘅时候咧，我其实都会喺 Google Map 上面咧去睇一睇有啲乜嘢评分比较高嘅餐厅啦。咁所以咧，幾條片啦，如果你見到我外食咧，其實我都係有真係做過 research 嘅。咁呢一間 The Orchard Townhouse 咧，都係評分屬於比較高啦。咁而且價錢亦都唔算太貴。咁成餐飯食完落嚟之後咧，連埋 tips 咧就係$90。咁但係我個人嚟講，覺得咧其實係抵食過中環 SOHO 嘅好多餐廳好多啊，因為其實佢呢度味道好啦，環境唔錯啦，而且份量咧係真係比香港大好多。咁所以我自己即係今餐算是我第一餐在 New York 的外食，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哇，在 New York 吃东西真的很抵食，尤其是在外食我觉得是很抵，连埋 tips 都是便宜过香港可能有 30% 那么多。所以变成我自己
整個旅程其實都吃得很開心啦，每樣東西都覺得很抵啦，份量又大，即一樣是薯條，但可能它這裡是會比香港多兩倍，那你就覺得會抵一點咯，咯所以我都推薦大家，即如果都會來 New York 的話，都不妨多點出去外食啦，因為其實真的不是說想像中那麼貴啦，而且服務啊、性價比啊、各樣東西質量都是好過香港不少的。话明是贵妇的一天，又怎会只是吃个 lunch 就罢就呢？今天呢就劲了，我们来到 Manhattan 最热闹的 5th Avenue 那里，这里呢就是 Manhattan 最贵的地段，也都是最热闹的地段，在这里的酒店呢其实都是非常贵一晚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就会来这里试一下住一日 Manhattan 做一日的贵妇啦。我们会住的酒店呢就是这一间位于第五大道上面的 St. Regis 酒店啦，那是一间老牌的五星级酒店啦，其实在世界各地呢都有很多间分店的，那香港都有一间 St. Regis 啦，那今次呢我就很想来试一下 New York 的 St. Regis 啦，因为呢我的朋友告诉我知呢真正的 St. Regis 呢其实都是比较 vintage 比较复古啦、欧式啦、比较 class 一点的，那跟香港那间呢就有很不同的感觉，那所以呢我就好想看看到底有啲乜嘢唔同啦。Push 1622啊！哇！系咯，622，唔知望咩 view 噶咧？呢度敲下門先，你敲，打攪曬。好緊張啊！開燈。今次入住的房型呢叫做 Grand Lux 啦，根据我今日啱啱 check 的价钱呢， Grand Lux 的价钱大概是$1,700一晚左右啦，咁呢一个房型就算是仅次于套房以下的一个最高级别的客房嚟嘅，咁有少少似 studio 房咁样，咁成间房入面都是好复古啦，好有气派的装修嚟嘅，咁虽然亦都有啲年代感啦，咁但係呢都仲係 keep 得好新正啦，咁而且亦都真係有 butler service 嘅，咁個 butler 咧係主動撳鐘咧去同我哋打招呼啊 ，say hi 啊咁樣，咁就同香港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我哋都住得好舒服啦，尤其是好中意佢張牀啦，係非常之舒服啦，而且張 sofa 都係好冧噶。咁但係雖然間房咁靚啦，難得嚟到 Manhattan 嘅 5th Avenue 附近啦，咁我哋當然係出咗去行咗一陣街啦，咁行完街之後呢又到晚飯時間啦喎，於是呢我又攞起我嘅 Google Map 開始搜索到底呢度附近有啲乜嘢出名又好味嘅餐廳呢。咁其實呢雖然 5th Avenue 感覺上好似係成個 New York 最貴嘅地區啦，咁但係其實呢度真係乜嘢餐廳都有，有平有貴，有米芝蓮有普通餐廳咁樣，咁我都係就住我哋自己嘅 budget 啦，咁就揾到呢，咁啱一 search 到就揾到隔離街呢就有一間號稱係話食呢個洋葱湯啊，法式洋葱湯最出名嘅一間餐廳喎，而且呢價錢都好相宜，咁所以呢我哋就決定去嗰度試下啦。佢都唔係好貴啊，嗬？可以啊。傳說中好出名的 onion soup 喎，呢間嘢最出名呢一個 onion soup， 所以我好想你快啲試一下，睇下係咪真係好驚豔啊！係啊，哇！真係我係成日飲 onion soup 但是怎样去判断一个 onion soup 是不是好味呢？
屎喺面頭係好脆啊，即係好似 Trimble 呢個種咧，冚冚聲。咦，略點啊，有少少鹹，不過都係，即係都係温咯，你覺得好飲，即係屬於係好飲嘅。點為之好飲呢？我覺得 onion soup 呢樣嘢係好油嘅喎，其實。唔係，即係我想知道好飲，即係佢嗰個好足料啊！係咯，佢個底咧，你唔會成日覺得好似淨係飲緊味精水咁，然後佢個芝士係要好濃嘅，即係佢呢個黑黑聲係唔係做到都要。咁前菜方面咧，朋友就揀咗佢中意飲嘅 French onion soup 啦，咁我就揀咗一個法式焗田螺啦。咁其實咧，我自己又唔係話真係勁中意食田螺啦，咁但係難得見到咧，我其實個心入邊咧就好想比較一下，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咧有一間我好中意嘅法國餐廳叫做 LPM 啦，咁咧每一次去咧，我哋都會去嗰度食田螺噶嘛。咁我難得見到呢度嘅田螺咧，好似只係$17，咁於是咧我就想知道到底係咪LPM 嗰個真係特別好食啊，定係其實喺第二度食嘅都係差唔多，甚至仲平啲咧？咁其實一嚟到呢一個田螺咧，佢個成個碗咧其實係有九個窿嘅，咁但係咧佢有啲窿咧入邊咧係有兩至三隻田螺嘅，咁所以其實咧最後咧我自己數過咧，可能咧係有14至15隻田螺，咁佢個味道咧 exactly 咧係同 LPM 係一樣，都係嗰啲汁啦，咁我愛嚟點包我自己超中意，唯一嘅唔同咧就係 LPM 嗰啲田螺咧係有殼嘅，呢度嗰啲田螺咧係冇殼嘅，咁但係如果講性價比嘅話咧，我覺得呢度真係抵好多啦，咁當然咧 LPM 都係好好食嘅，只不過咧我嚟到 New York 之後咧，我自己有少少點講，有少少受到一啲衝擊啦，我嘅消費觀，因為咧我一直都以為啦 New York 或者係其他地方嘅物價其實可能係會高過香港，但係我嚟到呢度先發現，原來香港食嘢係真係好貴，尤其是如果要食啲好少少嘅餐廳啦，其實個定價都真係 overpriced 得幾緊要，咁呢一樣嘢喺我心入邊造成咗不少嘅衝擊啦，咁亦都令到我去思考，即係原來我一直以嚟香港食嘢覺得係正常嘅價錢，原來喺外國嚟講係非常之唔正常嘅，咁呢一樣嘢都值得深思嘅，的而且確。好大份啊！呢度啲嘢食。主菜方面咧，呢度咧平均咧大概咧就係$30左右一個主菜啦。咁但係個份量咧就真係非常之大嘅。咁我而家食緊呢一個咧就係 chicken confit 啦。咁佢有少似係 duck confit 咁，只不過咧嗰個鴨髀轉咗做雞髀咁樣啦。呢一個個肉咧係非常之好食，佢個皮咧係好脆啦，入邊個肉咧係好嫩同埋好腍嘅。我自己咧就好欣賞啦。咁個薯蓉咧都唔錯嘅，非常之 soft， 非常之 creamy 啦。雖然我唔係一個超喜歡吃薯蓉的人，但是我都吃了幾口的。另一個主菜青口配薯條都是非常抵食，青口很新鮮，小小隻但是都是很多汁，而且是很大一桶，薯條也都是非常多。埋單連埋小費和稅項就大概是$100左右，這個價錢、這個環境、這個地段在香港真的吃不到，所以大家如果在 New York 真的要試試去出去吃飯。话咁快咧，就嚟到第二朝早啦。咁喺一个非常之舒服嘅一个晚上之后啦，朝头早梗系要食早餐啦。
咁咧，我哋就嚟到 Saint Regis 嘅大堂嗰一层嘅 Esther Court 嗰度食早餐嘅。咁呢一个早餐咧，其实咧，因为我系 member 啦，咁所以咧就系唔使钱嘅。咁但系我唔知道其他住客系咪都系咁样嘅情况啦。咁 anyway 咧，我哋咧就可以咧喺$100以内咧去食任何我哋想食嘅嘢嘅。咁于是我就拣咗呢个 American Breakfast 啦，而朋友咧就拣咗一个叫做 Corn Beef Hash 嘅一个早餐啦。咁亦都是一个非常之 American 的早餐，有一些咸牛肉配上薯仔和鸡蛋的。整体来说我觉得这里的服务是非常之好，味道都是不错，环境是一流。如果大家有机会真的在 St. Regis 那里住，我都推荐大家要试一试这里的早餐，它选择很多，而且个服务真的很好的。基本上如果你这一餐饭$100以下是你是任嗌的，其实我自己是没有超过$100，但是因为我觉得它的服务太好，所以我就给了 tips 去，所以我最后唯一要俾嘅钱咧，就系个 tips 嘅钱啦。但系中式辣，但系呢只咸牛肉系靓嘅，因为有啲咸牛肉系罐头嗰啲，嗰种感觉好似腩肉，你明唔明？我就唔中意，即系我觉得个质感唔好，一劈劈，即系好似香港茶餐厅嗰啲。但是这一种它好像是华泰自己的 Saint Regis Corn Beef 嘛，所以可能是未至于是那一种。所以有时要去下第二度，你才可以发现哦，原来这个世界很大，不是只是在那个地方里面的东西才是你要追求的东西咯。吃完早餐之后呢，为了消化啦，我们呢就走去附近的 Central Park 那里呢，想着逛一逛啦。咁其实酒店呢同 Central Park 的位置呢真的非常之近，可能就一个街口呢就已经走到去㗎啦。咁而我呢亦都係好向往啦，好似美剧入面咁样去 Central Park 那里行下逛下 hea 下休息下坐下咁样嘅。咁 Central Park 呢的而且确係一个好靓又好大嘅公园啦。咁嗰日天公做美啦，天气好好啦。咁我自己咧都好 enjoy 呢一日噶。我覺得好有呢啲咩氣息。嗯，好超咯。係咪呢個你想講嘅嘢啊？唔係啊，好有嗰啲歐洲風情啊，巴黎啊。好超的感觉。Women Rights Pioneers。離開了 Central Park 之後呢，我們呢就回到 St. Regis 那裡 check out 啦，回歸去平民生活啦。雖然呢貴婦生活呢真的很令人向往和很正啊，但是其實呢腳踏實地的平民生活呢一樣有它的樂趣啦和好玩的地方的。接住落嚟嘅日子入面呢，我会继续同大家分享我喺 New York 嗰度呢做咗啲乜嘢好玩嘅嘢啦，食咗啲乜嘢好味嘅嘢啦。咁如果大家都好有兴趣嘅话呢，就记住留意啦。咁好啦，我哋下条片再见啦，拜拜。